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柴油人，在我右手边是动力火车，在我左手边啊是这个阳庆，哎，对不起，他跑到右手边了哦，右手边，哎，右左手边下面哦，下面是阳庆。好，那他刚刚啊，我刚刚就是创了一个军团，叫做庞德团，所以各位蜀国的朋友，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加入我庞德团，如果说你有庞德化身就可以加入了。好，那他稍早的时候啊，就是点了一把新武器和家属的新武器，那待会我们要来欣赏。好，他说我们来比武场，OK，我们进去了。好，那他手上是加14的天威大刀吧？好，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加十五的武器到底是什么武器啊？OK，等他分享的话，等他换了。好，他放了一个战鬼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个，来，我请，来，我再拉近一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帅帅的啊。好，那我请他贴一下数值好了，看数值，看数值哦。看数值哈，我们看一下数值，看一下这把武器到底是什么东东。哦，加十五的，我不知道加14跟加十五光芒会不会不一样啊？哦，估计是一样的哈。他说好，好，而且还补了一个笑脸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就贴了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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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，点开来。哎，怎么点不开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，点。有了，加十五的金刚双钩啊！这把是加金刚双钩哦。那围攻的话122，非常的高。那武力35，反应30，体魄27啊。好，攻击加持167，估计是少数哦。应该也可能是我们伺服器少数有加十五的85的武器，非常不简单哦。回国的第十天，好，他回国第十天，好，因为之前各位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就是他买那个黑币嘛，那被锁，好，被锁，所以他。重新回国啊！那第十天已经点了一把加14的天威大刀，又一把这个加十五的金刚双钩，非常的不简单，好，非常不简单。好，这个是谁？天地煌煌哦，天地煌煌也来欣赏他的新武器的哦，因为刚刚这个庆哥他有全品，哦，他有全品。哦，给各位看一下一线比武场新武器欣赏一下哦，所以有兄弟来看的哦，天地煌煌。OK，天地煌煌这把是什么？庆哥说啊，希望以后能多点，能再。点多些武器，一起加油。好的，没有问题，祝福你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霸王龙，哎，霸怎么打？霸王龙的神兵靠你了。好，庆哥真的运气很好哎，他好像随便点都很容易加14、加15，但是就是没有加16啊。哦，他就是还没有点过加16，很可惜啊。他目前就是。点了那么多，最主要就是为了加十六做准备。好，那我们祝福他，希望未来他可以分享加十六的武器给我们看。好，那在这边的话，也是希望官方看这个加14、加15、加16，我看这个颜色的色泽是不是要调整一下，因为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只要加14以上的话会发光，但是这个颜色色泽好像不太会变化。可以的话可以做一些变化，这样子或许庆哥或者是其他朋友会更有动力把这个武器给他点上去。OK，拜拜。